青鱼色有四个漂亮的颜色，一二三四，蓝色、黑色，还有这个有点像绿灰色，绿灰色的感觉，还有身上的白色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织纹，它的织纹非常的经典。来，粗细粗细，它是冰冰凉凉，完全挤不了肉。如果你今天有肉，也挤不出来。它的材质非常的特别，就是不会挤肉。再来呢，很明显的妞儿里面是穿的全黑的小可爱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以透光程度，我觉得它不算透。好，然后再来这次的肩带，有没有发现它的肩距很漂亮，不粗也不细。你到底是要粗还是要细？那然后来做上一个单肩的感觉，但是又不会太不协调。所以呢，整体的圆弧形做非常漂亮，腋下夹口肉肉的粉丝也不会觉得很闷热或是很紧。好，整体放出来的长度是正常衣长，完全不会让大家露到肚子。那如果要扎进去，当然身材比例会再更好，让大家自己去做选择。好，它呢，它是。虽然朵朵不是那么的夏天明亮，但是呢就有一种美式女孩的感觉。你不觉得这上衣穿起来很白吗？变得很白，它是有点灰灰又有点绿绿的感觉，它是综合颜色，所以呢我们很难去定义它到底是灰还是绿。再来呢，你如果是上班族啊，我觉得你蛮适合买这个蓝色的，而且大家应该都有买这件裙子，裤裙你可以搭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，搭牛仔裤的 look 也很好看，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风格。日色我推什么色？我就推黑色，因为呢我们家的黑真的黑的好漂亮，黑的好黑，黑的好白，真的很厉害，然后纤细的要命。